母亲节当然就是带妈妈去吃个大餐吧，对啊。跟小孩的妈妈去去。爸爸妈妈就是保持，就是一起为小孩子做努力嘛，所以当然视讯当然还是会有了。今天有稍微露一点心思，对，稍微露一点胸这样。是在哪里？在这。哦哦，再打开一点。没关系，先这样就好。所以你因为要穿这个也瘦身？其实没有特别瘦身啊，就是平常本身因为也有在做一些运动，所以就是持续保持。可是来之前有多做一些伏地挺身啊，让胸肌大线条。早上有，但刚才没有。是越来越帅，桃花是你的提升吗？没有，最近没有，就是也是单身。那前阵子有吗？最近没有。都没有哎，都没有，对。所以最近也没有什么想要深交深聊的对象，是跟你对象。也不排斥，但目前真的是没有遇到。母亲节会怎么过？母亲节大概就是带妈妈去吃个大餐吧，对啊。跟小孩的妈妈去吃，爸爸妈妈就是保持就是一起为小孩子做努力嘛，所以当然视讯当然还是会有了，嗯，对。